飞今天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开场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好像要适应什么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在找一个自己最舒服的节奏吧，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会再找感觉，然后适应一下。因为今天可能大家都期待于小戴会上场。但还没上场，会不会减轻了你很多压力还是？我对我来说，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会去认真准备每一个对手吧。可能但是自己可能今天没上的话，我今天这对手可能实力上可能会比他差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他也给我制造了很多的困难，其实都很艰苦吧。下一场比赛当然是进了八强了，到了进了八强，当然那个难度又上一层了。对那个八强有什么期待？我觉得我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吧，因为前八里面每一个国家的一单可能实力都非常强，然后对我来说的话肯定是一种不小的挑战，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做好准备。你在第一场的时候说因为来的时候好像还在调整还在恢复，现在已经打完了三场，觉得有没有每一场都有进步呢？我也是一直在努力调整吧，但是一场肯定会比一场好，但是我觉得距离我自己最好的感觉还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今天已经要比昨天好，然后希望明天后天吧，会比今天再更好一点，就是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吧，希望。对，